由嘉义县棒球界新组织的嘉义少年棒球代表队将在明天由嘉义出发，应邀前往菲律宾参加本月29号在马尼拉巴塞黎萨棒球场举行的访问比赛。嘉义县长黄老达今天授旗给嘉义县少年棒球队，并且勉励他们要发挥高度的运动精神，努力争取胜利。仪式简单隆重，代表队领队是蔡家田，副领队是翁大川，教练是吴敏天。这一次到菲律宾将比